我对刚被光妈的吧台收就好。我们会等一下，我们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等一下。还没。那等一下外出买东西回来，有所有东西收的话，也帮我放在这个吧台上。所有买完的。垃圾直接帮我丢垃圾桶，除非你的东西可以回收，或者它水土不服，再帮我放在那里，可以做分类。等一下丢外面垃圾桶，它不会掉，可以丢的。Bye.